其实我们住在负一楼和负二楼呢，不像于传统的地下室。我先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夺冠的那个战袍。对，然后我们接着介绍，我们这边可能地势比较高，我们就算在的负一楼或者负二楼，只有负二楼可能会像地下室，但是它下面是停着谷，然后负一楼其实就跟地面的一楼一样，因为它是一个坡度，它可以走到2公里。我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书？摆件。这边是老李的房间，我们就不进去瞅了。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不进去了，不进去了。行，这一片就是我打下的江山，好吗？这一片、老李也没事，也不来，这些都是我的。懂。我们这帮家看看什么衣服啊，干没干啊之类的。听大家说个衣服。我不信。我信不信？这边是贵哥，他这两天过来帮我搬家，过两天又帮我安个床。一个工具人，工具人露个脸吧。不露。OK。好。这是我的第二办公场所。我现在来到了我的房间。还不错，这个味道。哇，你的房间这么整齐吗？对，这就是我的房间。OK， 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洗漱台。来看一下洗漱台都有什么。可以了。你知道？可以了。不是那么多东西，你知道都是干什么的吗？其实也不太。就他们给我安利，我就买了。哎，这还有。这边是沙发。然后投影仪，这都是自己后来买的。然后这是衣柜，衣柜嘛，为什么我有他没有呢？为什么不会装？因为你有工具人。好吧，没事。哇，太整齐了，我估计过一段时间这个地方就不长这个样子了。不对。OK， 这是我的浴缸。哇，你泡过吗？那是给大家吃。我一般嘛，晚上都喜欢在这里去练枪。练枪倒不至于，这个地方没有网络是吧？就没事来泡一泡，就其实跟蒸桑拿一样，缓解一下疲劳。对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对。OK， 我的房间就到这里了，走。好。就我这地方有的时候蚊子比较多，会有蚊香。对。哎，这个是？这个吗？这老李买的。哇，这也太多饮料了吧？对吧，其实我也觉得你们挺多的。老李就这样纵容你们吗？不知道。他不知道你的体脂超标了吗？我不知道。这边是洗衣房。平常你们洗衣服是自己拿过来还是阿姨？肯定自己拿。自己拿自己洗。对，自己拿自己洗。酷酷的房间，酷酷和酷酷力，我来了。OK。哎，也有这个沙发，很顶啊！沙发、浴缸，他们有个大浴缸，不错。啊，里面是卫生间。这边是晾衣服的，我感觉整体比我那边还大。然后垃圾桶里面已经塞满了垃圾。然后酷酷今天是不是不舒服？好像生病了。酷酷要保重身体，要惜命啊。然后行李都没拆，鞋子很真实。你看你的房间就不是很真实。这就是有工具人和没工具人的区别。OK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哎，这边就是训练室，哎，那可以比你们都多偷懒几分钟。对，偷懒的事情。好，看到没？那边有个不务正业的，然后那边是训练计划表，然后另左边就是酷酷，这边是教练，那边是居民，然后这个是黄二，这个是我，这个就是我的标志。好，然后他们四个是都在这里直播是吧？对。另一个大家打个招呼。你怎么嗓子也哑了？啊？你怎么嗓子也哑了？可乐喝多了，痰多了。没有可乐。走，我们去挂了。说实话，逛到这里我已经累了。小事情。没有爬过这么多层楼梯。这个基地也太大了。这个房间，
很不错的一个很像训练室的一个训练室，就是给青训用的。好，跟青训的人都熟吗？还没熟起来啊，还没熟起来，我们距离的比较远，然后隔两个楼。哦，这边就是这个电脑是我的电脑，然后那边那个是在传票，我们俩平时在这边直播。哦，原来这个东西就是每天都有人问的，什么左下方有一个头发，那只狗。这个东西就是谁打不好就把它捆起来挂着。太恐怖了，知道为什么恩威夺冠了吗？然后这边是一个什么单车，然后这边是一个沙袋。UFC 学的都在这里用上了吗？有的。UFC 没有打成，然后这是我们堆放东西的。哦，其实这边是，其实应该是车库的，我记得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个，今天就结束了，来跟大家干杯。